你逗我开吗？你逗我开吗？有吧？对啊，逗我开就好了。一万一啊，租一天就一万一，合起来一万一啊。我知道啊，但我就问你租一天多少，为什么决定不买？一万一的话，我觉得啦，这里买大概我能买到两万就偷笑了。那两万多一件裤子，其实我也没有要用啊。那啊？买了就用啊。那他没有算你便宜一点啊？这就是便宜一点的啊，一天不知道多少钱。不到一千五。但是我是说，你又没有借衣服。对啊，这就是单件的钱啊。啊，单件，他这一套多少钱？一套我也没看。我跟你说，最大的问题是，起雾起得很严重。起雾，那就是太热了。我就一直在擦，一直在擦，一直在擦，又开始，一直下来没擦，看不见路，我还摔倒了。我真的看不到路，我也搞不清我滑到哪里去。哦。然后就滑到一个掉下去的地方。哎，你直接不戴面罩？对啊，直接不戴。是哦。先试试看。戴的没有什么意义。对，我就先试试看，而且也搞得雾很大。我猜不会太热，不，我猜不会太冷。不会太冷的话，这样子刚好。我猜你把面罩拿掉之后，你就比较不起雾了吧？我现在有面罩吗？我面罩已经早就在下面。对啊。但是它就搞得我雾很大，很惨。我雾很。所以你，那我用手套就好了。我要跳给你。那我用手套就好了，对不对？不用啊，你手背上没有吗？我手背上本来就没有。但是我上一次也是搞手套啊。那你手套要对手啊。左手哈。对啊。那就好。好像不大好戴。热身够不够啊？还可以吧。我的热身就是在楼梯上上下来回两次，但是要该拉的筋要拉一拉，所以他就借了你一条裤子。对啊，我不知道啦，我是你，我手穿袜我真的花不下去啊。我已经对于价值观已经没差了，但是你讲的有道理，就是三万，如果租起来一万的话，那个数字一比就出来了。我觉得就那就租租撑一下租吧。也不是一下，就是租嘛。这样我只要多花，因为我觉得这里的物价，我要花那个时间去逛，逛的机会。就是学场休息后，我就说今天晚上。不是，我说这里的物价很贵，我觉得顶多挂到两万就叫便宜，那两万跟一万比，我还叫多花。既然如此，用多花的角度去看，降低多花的数字，对对对对对对对。没有，我的计划是租一天，你又不一直不告诉我租一天多少钱。哦，重点是租八天有便宜，而且重点是那个比较值嘛。我不是不肯，等一下去 front 看他就好了嘛，我没有背啊。我是说两千还是一千五还是多少？啊，即使这样我不就讲了吗？重点是一万多比啊，除非我等一下去逛店，然后看到一万的，那我才一万五，那我才会后悔。但是我觉得几率超低。刚为了拿票给你，我没拉拉链，太危险。几率超低，那我何必花那个精神还跑出去逛逛半天，累死。随便你。对啊。其实都是你的钱，我也不用帮你省。你说买三万的裤子，你就买、欸。你有没有用地狱券？有啊，用掉了、啊，一万一啊。而且那个是台湾人啊，不是台湾人，讲中文的。啊、早知道就不刹车了。你现在还是继续滑这个车耶？应该是吧。因为我要跟你说，有个地方下去以后超级的地方。那是啊。嫌缆车慢、啊、你有你有坐过上面的吗？你都一直坐这个，然后嫌它很慢。看一下
的脚我不太松口了，我的脚还是会乱滑，还会停半天。因为我们的脚力，哎呦，差点刮到下面了，差点要那个了。就拿着啊。对啊，我压着就忘了这件事，刚刚赶快抬起来。要折棒棒了。弯的棒棒。对啊。我就眼睛，你有雾吗？你现在没雾？没有。哦，我里面都是雾，好吧。但是我付出的代价就是额头跟脖子有一点点冷。我一看就是额头冷。慢慢拉我的巴士光年装，拉一拉。我看比拉夫挺那个桥，看不到羊蹄山呐、啊。现在都看不到啦，雪竟然变大了。完全看不到。而且这是 family， 就是缓啦 ，family。但是缓到会停下来，受不了。哦，那你带路啊？从那个坡上就。你说前面这一段不行是不是？这一段，因为它到这里是翘起来的。我看到翘起来了，所以我完全滑不过来。我看到翘起来了，我没有一次顺利滑过来过。所以看到黑色这一栋之前要加速，黑色那一栋。没有，就前面它很明显有一个坡啊，我都从坡头开始冲，但没有用，上不来。啊，你说这段完全不刹车也会过不来啊、哦？过不来，上不来，因为它太翘了。太翘。从上面这个那上一根那个灯柱右边灯的柱子那里不是一个坡吗？嗯，从那个头开始冲都没有用。你是说这个柱还是上面那个灯啊？我说是灯，这个是缆车。嗯，你有看到灯吗？嗯，看到了。右边不是从那里开始也不行？你是直板吗？对啊。嗯，冲不就是直板吗？哦，一路直板都冲不上去，因为太斜。这么恐怖？因为它是翘起来的啊，所以就上不去，然后退半天。然后那个 Welcome Center 右边。Welcome Center 以及缆车站，这是缆车站啊。Welcome Center 在更右边停车场。因为我们昨天走路的、啊。对啊，要在更右边，一堆车子那边、欸，一堆车子那边、嗯。但是我们没有跟那些人挤啊，那连买票也都在那边挤，所以我们都走无人路线。然后 Family 他们也。好像他没有碰我手机，是他报号码。哦，那很好，那因为是 Corona 的关系、嗯，我也怕，我也还不想。因为这个号码传出去就完蛋。为什么？不会变。嗯，明天早上看看是不是这个号码。一定一样。那也没什么，那就是嘛，0148。就是，那他要看按好的画面嘛，对不对？但是你账号要交给别人，这本来就。你说试图卖的人的，哎呀，也是的，哎呀，它里面没有信用卡资讯吧？我是说没有，不会直接就可以买票，已经存好了，嗯，那就糟了，就更不能给别人。如果说完全没有，你要再买东西的时候还是要再刷卡的话，那就嗯，我的背包都有在吧？我其实不知道是里面肩带掉了还是。我现在左脚在麻，每次都这样。你都嫌穿太久了。就脚还不习惯，要一两天吧。请勿摇晃椅子。滑起来没有走路的脚痛，还好。嗯，因为它都帮你脚踝固定了。没有我里面空空的。什么空空的？你没有穿紧吗？脚踝那边鞋子是松的，脚背呢？脚背有没有塑到最紧？有啊，那就好。但是脚踝是松的，你这样让人觉得。你是走这边吗？还是走另外一边？走这边啊。嗯。然后我就一开始下车就掉下去了。什么叫掉下去？因为我看不到路，然后我就单一就。你是说那个地方是有一个凹下去，是回不来的地方吗？边的路嘛，所以就凹下去，害我又要爬上来，好多。走错路就是。因为我就一开始看不清楚路啊，然后我就掉下去了。哦。所以我后来，你现在手也那个眼睛是清楚的，不然我就要开始爬，因为刚刚就这样子下，我就下去，然后就爬上来。哇，太累太累。你要看清楚路。就是走上面就对了。对。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那么多。慢慢滑。好啊。你跟我先滑。对啊。没了，没了，没了。对呀、啊，我跟你说这里很难。难怪没人要走这。啊，那我们要换了吗？要换啊，但是还是只能走这条路。哎，不对啊，换就是走左边啊。你说现在就换对不对？嗯、我在这，哎、欸，好，就走过去吧。要不要在这里看？好啊。还可以啦。我可以往下滑，我说我有动力，刚刚有，现在又没了。
但是我虽然没起水汽，但是刚这样往下，下巴跟额头会冰。下巴？对啊。你不会在脖子上吗？都没带，在背包里。我在 check 的时候，我就是 check 的时候发现，嗯，背包啊，不，不是背包，脖围，然后背包，然后就咚，在背包里。想说你就已经说你在房间穿，不不不，我不是要你等我的意思，我只是回报进度而已。然后我就跟我电话上我跟你讲说，那哎那你该快好，然后我在外面等你。不不不，没有快好。慢推车，我以后都不要等你，你等我，我不要等你。我要求等的时候才开始，因为我知道没那么快。超慢不是没那么快，所以我哎、欸、我这样好像就比较没有水汽了，我看一下。你说把面罩拿掉？对，我想说，啊、这应该都结冰了吼，应该也拍看不下了，是应该都拍不掉了吼。嗯，因为我有脖围，所以我下巴。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天哪，你我那层那个中层帽子是没有戴起来。我没有戴啊。你很呆耶、欸！什么叫没有？很呆。这八十光年打扮，所以那个就买这个衣服，就是它那层戴起来。先不管，后面我卷起来。有没有积雪？那就好。我有卷，我有卷。我是说，等到觉得冷的话，我才把它穿进去。你现在，但是你现在这个有些边边都结冰了，你再穿起来会很冷。嗯嗯嗯。但你这里就冻啊。是啊是啊。嗯，我不会再流鼻涕吧？哇。哦，天变亮了。嗯嗯嗯。哦、人皮山还是看不见。是啊。应该等到礼拜三吧。他们不是滑四天。所以他们的票是从给他们从礼拜六开始嘛，他们会夜滑嘛，所以我开车到八点。是啊，而且就是这一条，只有 family 哦。对啊。啊，但是又冷又缓的，不要，真是。不一定，如果是。我们的票可以晚上吗？好像可以吧，但是我们也没有啊。滑不上是在什么口基纳斯滑过一次，太冷了。没有什么意义。太冷了。嗯。不过。话说回来，虽然今天预报说负九，也不知道现在是几度。我突然间发现，我们住的地方跟数字有关。什么？我刚讲温度是负九。看我露出来的脸有多少？还是就你的刘海都结冰了？是啊是啊，我那是额头区，我说脸上区嘞，都压着，几乎没有。哎、欸，那这样还不错啊。所以我觉得我用这个方式滑是 OK 的，但是下巴要不知道怎么弄，脖围护着就好了。嗯嗯嗯，好啊，这就是下午的计划。那就护着的话，那就把它倒过来就好。我想洗一个就好了。倒过来。因为这边你是说只用暖的那一区，脸的那一区不用吗？就用脖子的那里啊。嗯嗯嗯嗯嗯。它是护脖子用的，口罩本来就要换新的嘛。口罩也全湿、啊。这样子搞不好面罩也不用换，也不用洗。我今天要洗，因为它今天有罩在我的口罩外面，脏了，要洗。嗯嗯嗯嗯。好了。哎、欸，那我带来的，我要把它用光才要回家。那我那个嘞，我说不是啊，那主要是袜子。这些我看一下，我都有照好。嗯，而且镜头上都一点一点点，但是镜头没有，所以没关系，还不错呢。我有，他有在充电，也有在拍吧。没有充电呢。我想没有充电，有啊，我他妈插上去的时候它有亮灯呢。不然拔掉再插一次。等一下，好，等一下再弄。现在先不要弄。看我。降車の際は降車位置で素早く立ち、リフトに動揺を与えないように注意して。你该不会下面脱落了？等一下检查好了。还是那个线有问题？Yeah.
右边看。但是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好了，可以了，太远了。检查下面吧。我踏上去的时候，它有亮灯哎，所以我就。你现在都尽量不要动，然后我们拿出来看它有没有在闪灯。有亮。对啊，啊，为什么你说它没有充？因为上面它只有一格电池的状态。啊，那它这样没有在充吗？应该有充，只是 GoPro 自己不觉得。觉得太冷。我也不知道。吗？怎么了？我的照片啊、来来来，借我们看一下，看不到到，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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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反正就去嘛，万一有什么问题，也不是现在解决。很难滑的来隧道。嗯，是是是。都要脚这一半。那我们就往上坐吧。还好我穿中层，这里这么冷，应该是需要。现在是北京，现在是北海。我们被之前的都觉得不能被之前的惯坏了。受不了，坡度变化。Thank you.
棒。哎呦，哎，这是什么？用脚可以跪啊，脚可以休息，跪上来，可以吗？举不起来，这样很好吗？哦，还不错，还不错，这样很轻。跪一下。那你放错了，你应该是要跨下的。什么叫胯下？它不是应该叫胯下吗？什么叫胯下？还是四个人坐？是三人坐。我让他在中间，所以他在我胯下，所以我两脚各一只。很好啊。为什么上缆车？这里的上缆车很辛苦。哎、欸，你看左边那一个座位上都是动不了。是他两个是同一个车吗？不是。你要啥？掉了。哦。我去上厕所，去哪里啦？那这样。什么时候要上厕所？而且依照我们观察那段走的路，感觉不会回旅馆这样。我是说什么中午回去喝水，或者什么回去，感觉代价很大。你觉得嘞？我觉得它楼梯有点窄，走下来很害怕。哎呀。很小心的。哦，它只有12分之6很短，我是27分之6，还要拉很久，好好的。嗯，很冷。我觉得很冷。会不会是因为要坐很久，所以他们加这个棒棒？但是之前那个没看过这种棒棒，从来没看过。嗯。这也要放慢。哎，这个人怎么了？这个人怎么了？有人上车比较慢，像我有一次上车。前面的人走了，然后我傻傻的站在原地，没有往前，一个车子跑掉。太松太松，他只是因为太松，他是滑缆车下吧，他为了要那个松懈，然后就摔倒了。他没有摔，他可以说他会说他没有摔倒，他只是用手摸地而已。所以这个人要来的吗？不是，他是走正常路线，但是动不了。这是正常路线啊，动不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要。ご来場いただき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客様および従業員の健康の確保にございます。マスクおよびフェイスマスクを必ず着用し、別のグループの方とは間隔を空けてお過ごしください。咳やくしゃみをするときは咳エチケットにご協力ください。建物内にお立ち寄りの際は手洗いや消毒をするようお願いいたします。这样子。レストラン内には消毒液をご用意。结果我借到的血库就是，我借 M 还是 S？ 有点短。短？对啊，你现在是悬空的，没有盖住你的裤子。没有吗？没有。裤子。那鞋子。这我的是垂在鞋子上。里面的套套我有套住鞋子啊。哦，反正不要跑进去。他的这边的直下好像是黑还是红？啊？我说如果直直回family的方法，好像是黑还是红 ？Inside our building, please wash and disinfect your hands. 这应该不是雪，这里是雪道吗？左边。Thank you for your understanding. 搞不好是哦。黑的吧，你等一下上去看它指示就知道了。可能是我看说的黑就是这个吧，然后另外一边有绿的迂回路。它这里有黑压不压的，不压就很可怕。好，这种斜度看起来是不压的吧？但是它的斜度好像还好。
这样看起来近看就还好，远对还好，这只是还好，只是没压吧。不是我们那个，我们那烧凤凰山的那个什么 Olympic 什么也是很喜欢。那个好像更陡一点吧。嗯，好、哦、有线啊，应该是不行啊。哦，有线。看起来很妖孽。有啊，那边有围边边的线啊，我觉得这条是。我是说边边的线，就是它不是吧？它挡住了。它是挡住往左边不要摔下去，但是看到了这一条应该是、嗯。这里是有个人吗？哦，是一棵树，我以为是一个人站在。我也觉得很像哎、欸，上面是个帽子，下面是个手套。我们眼睛的那个视觉辨识。对，有自动侦测，而且在树顶，而且还一动也不动。还在看方向。常常有人会站在原地看方向，是这样吗？但是为什么在树顶呢？不觉得它是在树顶啊，是觉得它在一个凸起来的地方。哦，我刚看是树顶，我看不是，现在都超松的吧，压力又减压。我看镜头上什么都没有，你也是，嗯，但是上面很多，嗯，上面就算了。又拉好高哦！哎，这边看起来左边不等下，被围起来了。可是这没有压，这一滑会被山崩啊！是不至于吧？我是说北海道没有星系那么恐怖。我说这几天这两三天，全都下去星系了。热身够吗？啊？应该还可以吧。这里是可以滑的地方吗？看起来是。很妖孽，看起来很松。应该说这里都是没压过吧。嗯。有压过的话，不是长这样的。对啊。然后差一点，差一点点。我应该会走右边一点，还是怎样？还是现在就拉去滑一点看看。你觉得嘞、啊？我完全没有，我就只能烧。啊，先滑回来，先滑回来的路，先滑一次回去。好冷哦，你就更冷了。你觉得嘞？我觉得重点是风，坐着不动，吹风的量，风一直吹就会冷。我现在还是一样，是下巴跟额头。他跳跳，他跳得很高兴，跳了没几下。他这个岔的方向是什么意思？有往右，也有往左。我应该会走右边和平快乐的路线。我忍哦，好忍哦，二四二二六。我还是把帽子戴起来好了。戴完帽子再滑，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再两根。上面有个温度计。还是什么？还是写生计。脚有点发麻，还是右边有个进去一下。对啊，就是这样。我的左前方觉得很冰，左边左边，风从左边来。好啊。啊，好冰好冰，赶快进去。S heel。那个店有开吧？有吧。青花 S2。
新华 S2。 好，先进去。你说什么？我什么都听不到。Closed， 那个门口写 Closed， 那个不是。好吧，走这边。关什么？对啊，赶快手机哦。哦，你刚拍是不是？赶快塞回去。哈。这样有好一点吧？再其他高一点。先不要动，先不要动。我现在让我的手回暖。好恐怖哦，好恐怖。超冷。是要戴氧层手套了。对啊，是要戴氧层。我手套是还好，我现在在感觉头的部分。刚耳朵也很恐怖，耳朵好冰哦。帽子没有用啊。耳朵罩住了哈，耳朵罩住了哈。我直接来到，我有多久没来到了？完全忘记它的恐怖了。我在想说要不要穿两层。有啊，第一次就穿两层，结果只有绿线。还教很准的，那边有啊，那边有啊，你敢去吗？先不要嘛。对啊，都是绿的，可能也要撸个推个半死。要不要？好。现在手渐渐回暖。我看一下，我帽怎么扣啊？没有扣的是背包。没关系，背包就算了。
对啊，有叽叽呱呱声。人呢？哦，在那边了。
了。